You're with the News 5 tonight. Two boys have died after they were hit by a cement truck near Dunman Secondary School at a traffic crossing at Tampines Street 45. A prayer service was held for Nigel and Donavan Yap at the block where the family lives. Many strangers were among the crowd. The deaths of the boys aged 13 and 7 have touched many who never knew them. When 孩子发生了这个事情的时候，真的是很难接受啊！人变成一直每天都在那边伤心，因为我孩子每次我回到家里就喊我的名字，叫我阿爸阿爸这样子，忽然间这个声音就没有掉了，然后每天晚上回到家就一直就开始就哭。 在办理丧事的时候，我就是一直在问神，我就问神，我说我们一家人在你的殿中这么的忠心服侍你，但是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？我一直问这件事情啊，但是上帝那时候也没有讲话，也没有给我答案。在那时候，我有去过一个教会，因为我也是一直在问上帝为什么。 去到那个教会的时候，那个牧师就讲说亚伯拉罕献以撒给上帝。人 order call 的时候，那位牧师他就讲，今天上帝要跟你要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，尤其好像你的经济啦、你的工作啦、你的健康啊、老婆、丈夫，讲到孩子，哇，我就不可以了，我就在那边哭。 我说上帝，我不愿意啊！我要像雅各这样跟你摔跤啊！哦，雅各摔断一条腿，我两条腿我都愿意啊！发生事情到现在，真的是很难熬啊，很难过啊！就是有时候两个就是哇抱在一起哭啦，有时候哎呀也是向上帝祷告啦，说。 哎呦，你来，你的安慰的灵到我们了。我安迪是一直哭，一直哭，哭到我睡着去，然后就梦到我的孩子，我的大儿子就在那边跳舞，他改变了，他好像长大了这样。然后我的小儿子就跟我讲说：“阿爸，你不要再哭了，我们在这边很开心，你不用担心了。”然后 after that 我就 醒过来，哇，那个感觉是来把整个石头这样放下来，因为做父母亲的是要给孩子最好的嘛。我的想法是说，我的孩子的工作已经做完了，我们只是一个上帝的管家咯，说他们已经完成他们的使命了，何必要留在这个世界这样的痛苦 ？From there 我就来。 一个石头放下来就，就从那try to move on。我最近我去以色列，上帝也把我带到那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给上帝的那个地方。当那个导游一讲的话，哇，我也是流泪哦。我说上帝，这个是你第二次跟我讲，所以上帝也是给我一个确据，就是说我们也是献我们的孩子给上帝。 但是我们也知道，孩子是在上帝那里，就是在天堂，所以我们就没有那个忧虑。现在只是剩下我跟我的 wife， 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做完，我们还在希望你在这边就一直在 serve God， 一直在做主的工作。真的有一天我们的工作已经做完了，然后主就说：“孩子，你的工作已经做完了，你可以回家了。”然后我们也是一样，就回去 heaven， 也相信。 可以看到我的孩子哦，再一次的重逢了。阿弟阿长，你们在天堂啊，要好好的啊，在那边敬拜赞美神。你不要担心爸爸妈妈，我们在地上也是同心合一的来服侍主，让我们真的是有一天。 我们可以在天堂见面，现在我们是暂时的分别，但是有一天我们会在神的家。
就是在美丽的天堂里面，我们会坐在宝座的宴席，一起跟主耶稣吃麦当娜。